能赢的不赢，中路六场只出了两只角色，还不如我上，对不对？我至少有三只，命运非自己。吃完烤肉饱到现在，奈德利没了、欸，他猜他会玩 AP AD， 算了，看他纳地里带。永别了，牢笼。第一次吃烤肉吃到想吐，没有，我早上还真的吐了。我老婆一次点七份什么酱烧牛五花，吃到后来我们两个都哀哀叫。第一次吃烤肉吃这么痛苦，反正昨天生日吃个好的，今天快把我吃吐了。辛朵拉是你，哎、欸，对哈、哦，辛朵拉改了哈、哦，可是现在辛朵拉好像也还好，前面太烂了，后期厉害。点蓝偷钱辛朵拉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撑一下，兄弟，撑一下。好烂，好烂。去反野还被人家把头给打破了。啊！我想打野位置啊，有多难玩？野具，野具。送头，那真没办法。等一下，放生下路嘞，那里不是？朵拉去哪了？哦哦，李信要踢五个，是不是？五个线呐、啊，兄弟，在旁边晃什么？还他妈给我出火箭腰带，没被打过，等等。雷欧娜不来啊？那太晚来了吧？没、欸，干！为什么我抱不走他？奇怪，为什么我没把他抱走？他不是 R 下来之后我才 R 他的吗？奇怪嘞，这个抱不走 ，bug 游戏。可以，我秒得死他吗？Q 没中，他买一只九 D， 为什么他要来下？他是打赛特不香吗？我看起来像打得赢赛特吗？去送头，等一下，中路中
哇，踹三个，踹三个。看队友都没有要躲的意思，这不直接被李信踹三个是怎样？队友就是干直直的站着被踹三只哎，看了什么？没多大优势，认真点。第三杀，他诅咒匪，奇怪，要打吗 ？Try try 看。OK OK， 大波的大波的，还在这边还在这边。OK。好吃，好吃。准备打龙，格雷夫感觉又要送。现在塞勒斯，看我看了好多好多种出法，第三件到底要出什么？有出这个的，有出死帽的，有出这个法穿的。那、啊、这龙是怎样不打？是不是 ？AD 龙在这，再来刚刚那种眼位吧，再重演一次。被抓了，格雷夫被抓了。那我带到底了，拖一下时间，拖一下时间。格雷夫真的被抓爽没？哇，好亏啊！我们 AD 这个 GA 出了五分钟没打架，亏爆了，亏爆了。没兵线，没兵线，哈，还敢不出防装啊？直接偷个大第五师大打在你脸上，你怎么说？失踪人口，没有了。看，还不是你们是说我们要看那个比赛？看，自从看了 BYG 比赛，整个人都不好了，吐死了。然后，哦，还要看 CFO， 哦，被这两队恶心到了，整个作息都调不回来。你说他们打得漂亮、精彩，哦，算了，我作息差，调那个作息爆炸就算了，我心甘情愿。但我看的是什么？每天起熬夜，每天半夜起来吃永和豆浆，就给我看这个，能赢的不赢。中路六场只出了两只角色，那还不如我上，对不对？我至少有三只，命运非自己。啊！怎么碰到凯莎？靠北。没事，是有限。啊！看，那个 CFO 比 BYG 还难看，出第一中 ，CFO 那个选下去感觉就要输了 ，BYG 至少选下去感觉哎。好像还有机会哦，上只打得丑一点。CFO 是干，你看完选角你就想去睡了。哦，我先睡了。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